的啊。嗯，要两个，好，要吗？我一个葱的就好。葱的不是肉的吗？没有，它有肉馅的啊。葱跟肉，葱就是跟肉的。葱是跟肉的，就对了。是的。哦，那所以说它是4块钱的。哦。啊，韭菜的就是2块。啊。好，那我一个，你两个。我两个。看他们这边很多人在买的葱油饼、纯老面，也是烧瓦斯。我可以拍吧，拍你做的过程。做的过程可以啊。现做现的。你们几岁人的？这里有几岁人香菇？好。先做他的，他先来的。啊，没事，我一锅锅很快的。那个馅料，豆干，原来豆腐是豆干，我还以为是软软豆腐。这是韭菜的，这个是肉的葱油饼，辣的。哇，还有辣的，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因为我是吃的香菇鱼，哦，过去哦，啊。两个韭菜，两个肉，三鲜块肉，哦，三个肉。我们的不要辣哈。姜，我没有辣椒的。好。腌起萝卜才有。哦，麦椒鱼好喝。啊，麦椒鱼好喝。你那是柠檬汁的。肉筋的。肉筋不肉。哎。啊，那个不是肉。哦哦。刚刚是用小锅，现在用大锅。比较多人。我两个就是刚刚肉。哦，两个韭菜。这老板娘非常非常的大气哈，会把那个辣椒酱涂抹在上面，她涂抹的非常非常的多，代表什么？我们啊，那个湖南人就是吃辣。老板娘忙到连电话都一直没接。要拿钱的时候还把手放下。他这边也是有用那个师傅的东西，但是在市场这边一般来讲。要用现金的居多，不过他还是跑进去里面拿零钱，因为会用现金的毕竟是少数。
还是有在用现金，只是比较少。好的。100元钞，刚好10块啊，两个8块，两个肉的就8块啊，一个那个的就是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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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在南庄市场里面买葱油饼的一个过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以及按赞，我们后会有期。